老教堂，葡萄园，歌剧院，印第安保留区等等，随处可见的历史遗迹，清润耳目的文化遗产，古色古香的圣盖博士，在南加州城市中有着与众不同的面貌，如同这个城市的市徽及标语，以圣盖博传道院的钟楼为原型，搭配创造历史的标语，反映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多元文化及重视发展的城市形象。作为洛杉矶市的发源地，圣盖博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中后期。1771年，西班牙天主教萨拉神父率领信众在圣盖博建立教会区，成为西班牙传教士在加州建立的21座教会区的第四座，也从此让这个中年气候宜人的小城与洛杉矶结下历史渊源。与教会区一街之隔的史密斯公园，壁画上至今记载着早年西班牙传教士与当地印第安人共同生活的历史画面。由来已久的多元文化传统，也让圣盖博人始终敞开大门，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和文化。186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圣盖博登记在册仅有586人。1913年4月正式建市，圣盖博人口为1500人左右。如今，圣盖博总人口已超过50000人，亚裔跃升为该市最大的族裔。他们活跃在圣盖博市的各个行业上，圣盖博市华人协会因此孕育而生，在迎接建市百年之前，创会奠定华人常年在此生根的足迹。1882年的时候，有很多华人已经居住在这个圣盖博。那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来盖铁路的。这个目前我们这个圣盖博是有一条这个铁路。那这个铁路呢，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是运输。运输作用就是像从长堤下来的这些这些铁轨啊，可以运输到全美国各地去。称为 Pride of the Missions， 骄傲的使命的圣盖博传道院，建造迄今已200多年。斑驳的墙面却仍然屹立不摇，是西班牙摩尔式建筑。建筑前一片绿地及喷水池，是明信片上令人熟悉的景色。早年圣盖博传道院是谷物、兽皮、酒的交易中心，因此圣盖博传道院也被称为加州农业的母亲。沧桑古意的建筑旁还留存着1861年的葡萄园建筑遗址和仍在运作的圣盖博教会古迹剧院。The Mission Playhouse is owned and operated by the City of San Gabriel. As a very historic venue, it was originally built to house the Mission Play, which was about the founding of all the California missions by Father Serra. This is the second location. The first location was in Plaza Park across from the old San Gabriel Mission. And the play was a 4-hour play, and it was very, very popular. So it was decided they wanted a permanent large location. To stay in forever, basically. So money was raised, and they started building this building in 1921. It took them till 1927. They finally opened to the public in March of 1927.
这座因表演历史大剧闻名的古迹剧院，是圣盖博人最引为自豪的文化遗产之一。而这出史剧的原创者 John Stephen Margaritti 更是这里的精神标杆。I'm standing next to John Stephen Margaritti, and John Stephen Margaritti was the writer of the Mission play, which we're producing in April 2013. John Stephen Margaritti was an author, a poet, a playwright, and a journalist, and also a US congressman here in California. And he wrote the Mission play about, it was based on a true story about Father Junipero Serra coming to the US and establishing the missions throughout California. There are 21 missions throughout California, all the way from San Diego up to San Francisco. And the play tells the story of Father Junipero Serra and his colleagues in their struggle to build the missions. It wasn't an easy thing to do. It was a really long and arduous journey, and they came across lots of different challenges on the way. And in fact, they had the Spanish army with them at the time to help them build these missions. John Stephen Margaritti 笔下的 Mission Play 诉说着200多年前西班牙传教士筚路蓝缕的开垦足迹。整整4小时的历史大剧，讲述加州传道院的种种故事。圣盖博歌剧院是整个古迹区中很抢眼的建筑，融汇西班牙精美与18世纪南美自然淳朴的建筑艺术，让圣盖博芳名长留洛杉矶的文化历史史册。近一个世纪，圣盖博歌剧院几经更名。1927年建成时，最初由设计师命名为 Mission Play 教会歌剧院，为30年代百老汇歌剧在南加州著名的公演剧院之一。后来因为财政困难改为电影院，二战期间部分甚至一度改为公寓，提供民众居住。1945年，圣盖博士出资购买并更名为 San Gabriel Civic Auditorium 圣盖博大剧院。2007年9月，市议会通过沿用其原始的名称 San Gabriel Mission Playhouse 圣盖博教会歌剧院。现今圣盖博教会歌剧院是很多表演的场地，全年演出西班牙歌剧、墨西哥、印第安音乐会、华人音乐会、演唱会及各种大型文艺演出也在此共襄盛举过。这个位于剧院阁楼的服装道具储藏室，一件件压箱的戏服都源自于历史大剧 Mission Play 百年来的收藏，包括印第安人手工传统服饰、西班牙服饰、西班牙士兵军装，件件都是手工针织剪裁，服装从老到少，从原始到文明。超过100人参与的历史大剧，戏服想必也大费一番功夫。This is a wonderful small child's Native American vest from the original production. There were many children involved in the original Mission play, and we also will be involving many children from our community here in San Gabriel for our production in 2013.这出历史大剧将于2013年圣盖博百年建设周年重现，除了保留原始的戏码及其传递的精神外，更添加了百年后这个城市形成的多元族群融合特色。重新演绎的 Mission Play 将会看到亚裔音乐舞蹈融合西班牙文化，角色从最早有西班牙传教士、印第安人，演绎到有亚裔族群的融入，
展现圣盖博从蛮荒到进步，见识百年来的蜕变发展。圣盖博传道院附近的区域称为 Mission District 传道院区，这里的回廊商店仿佛无止境的时光隧道，顿时让人有种时空交换的错觉。围绕在圣盖博传道院旁的还有圣盖博历史博物馆、雷莫纳博物馆以及一些餐厅。紧邻在旁的玉珍楼是历史悠久、中外驰名的广东饮茶酒楼，布置的古色古香。前美国总统雷根更曾是常坐嘉宾。这个城市除了历史带来的璀璨，它也打造了洛杉矶华人移民第二家园的梦想。20年前，若要问洛杉矶华人去哪里吃中餐，哪里可以买到中国菜，周末去哪里感受华人的气氛，很多人脑中只有蒙特利公园市或者阿罕布拉市。但是曾几何时，沧海变迁，如今要问起同样的问题，圣谷华人十有八九会马上想起圣盖博士的山谷大道。这段短短数里的大道，十多年打造洛杉矶华人移民的梦想，也为圣盖博谷成千上万的新老移民带来同胞亲情和与家乡一脉相承的生活温馨。市区内华裔商场和中式餐厅林立，其中以山谷大道为圣盖博主要商圈，可以说是全美国华人商店和餐厅最密集的商圈之一。仅仅一里长的 New Avenue 至圣盖博大道上，就有800多个华裔商家分布在此。这里是华人商业兵家的必争之地，是圣盖博士的黄金大道。